我们要去做子宫镜。刚好我气泡要进来了哈，不过里面看起来这里有一个息肉，这里有一条。奇怪，你的输卵管这边可能之前开刀的位置，后来气泡来了。很难区分左右边呢，这是子宫顶，另外一边在这里。哦，有，我推到后面来看，嗯，它有气泡都跑出来，这输卵管开管有看到吗？在右边的。你再做一次看看，不过你只有这边通哦，你只有这边有洞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刚才细胞都有进去了，但是这边感觉是塞住这里，快点做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子宫腔看起来是还很 OK， 这是子宫屋顶，我现在这个是地板，上面是天花板，那这个是右边。另外一边是左边，我现在我人要跑到后面来看它两边的气泡怎么跑进来了吗？不能太靠近气泡进来，这是fundus屋顶。你的子宫的那个你进去了，好，慢一点慢一点，感觉是有通，因为刚才气泡都不见了，我再做一次进来了吗？会不舒服吗？可以接受。好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进来了吗？要进去了。好，哦，进来了。然后我看他往哪边跑。你稍微用压，你压应该没有阻力嘛，哈。嗯。有。哎。怎么瞬间不见了？这个息肉很外围，所以没关系，我看能不能把它撞断，断掉了。所以你的子宫腔是 OK 的，气泡不见了，所以应该是输卵管有通。好，可以了，结束。好，前面开始录，这是子宫。肌瘤其实是在外围的，这个是左边。哦，这里有水，这是我灌的水，它跑到外面，所以有通。子宫里面也都没有积水，所以都跑掉了。你的卵巢功能如果单纯从右边这个卵巢看起来还不错，很多颗卵泡，所以我们在算这个叫滤泡数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边不错，但是左边感觉上是比较弱。好，